中信有没有比较推荐的卡？这个 T 李先生哈，这应该是先生。基本上中国信托的卡片，它的回馈都还蛮费的嘛，所以大家都叫它费姆利嘛。那如果您要挑一张比较好的卡片，我觉得这几年应该也就是只有一张，就是中信来配卡了。但是因为中信来配卡它自己本身就是今年的权益回馈只变1%回馈，所以是比较差的部分。但是它应该也是所有卡片里面相对比较好的。除非您自己本身是刷卡额够大，您自己想要累积所谓里程的话，那我就建议您可以办就是NA 极致卡，或者是所谓的大中华无限卡之类这些比较顶级的卡片，它的回馈率是比较好的。不过这些卡片都是要缴交年费，就比较麻烦。如果您是要找免年费，但是回馈率又不错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还是来配卡啦。对，来配卡基本上应该是比较符合就是小白这样子。